这个限量无法抗拒，关键句它full，第四条，限量唯一，哦，限量又唯一，又唯一，限量又唯一，哎，并最重的，对对，就你，并最重。其实，这个限量后来不只是唯一，它后来又停产，有啊有啊，又停产，对，就觉得就是买不到的意思，哇。 什么？这是就是香奈儿的大三茶花钻表，哇，这个哇，然后其实它为什么？我那时候其实看它就看了很久，因为时间太小了，不是它，它其实你戴上去，它其实就像一个手镯一样，是，对，然后指针在哪里啊？它指针在里面，啊有有有，好小好小，是不是？真的要看很久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还没有手机，我们还可以偷看一下，真的那时候还年轻啦，所以其实还没有老化。 对，这只已经很久，因为它后来停产，我那时候买的时候，它标价是150万，然后那个后来就是买了之后隔没多久我戴了，然后我朋友又跑去买，那时候已经几个月而已，就已经涨到快200了。哇！然后后来他们又想了很久要去买，说他说不好意思已经停产，因为这是大三茶花，后来出的是小三茶花，它是没有这个盖子。 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买到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，你真的很笨，像男生会觉得你怎么不去买3P，然后买就伯爵，然后那个对，然后PP，然后对，为什么要买这个香奈儿？对，那个时候啦，嗯，那可是我就是喜欢嘛，喜欢就好，我就喜欢，然后其实我也很少戴，嗯，看得出来，传家之宝，对，因为还没电，对，要去那个放电，这戴出去也会很快看呐，因为对啊，也不用看了啦，就是当成饰品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就是它停产了，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这只，因为其实像。 这个上面的它每一个花瓣，我认为是就是一般的珠宝店是拉不出来的，就是他们的那个工艺，真的就是工艺就是在这，真的很美，真的漂亮，就像一颗盛开的山茶花一样，我很喜欢。然后这个包呢，哎，怎么办？我刚刚比起来，我都觉得好心虚哦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为了身体好，为了宠物好，没有，本来就我们家帮你捡，为了心情好啊，你这样心情会好就好了。蜜多巴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工作很辛苦啊，就是常7天6夜都没有睡觉，然后。 就是被台词啊，就每天都睡在棚里面，然后男女杂居，然后就那个有时候，譬如说晚一点上通告，就会想说，哎，我去店里看一下好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慰劳自己，不然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一个被台词的工作机器。对，然后这颗其实不是在台湾买的，我是在日本的银座买的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日本银座它刚开始开的时候，它其实会有常常就是佛银座的系列，然后那时候。 就是有这个颜色，就是干燥玫瑰色跟黑色这样。那它厉害的地方是，它上面有4个这个八口，它是灵活的。那时候那个 sales 从那个防尘袋里面拿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他有附赠这4个。 小坠饰，他问我说你要别在哪，你是可以选择你要别在任何地方这样，哦，可以换地方，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是很慎重，好像他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这样，对，很给白日本人都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就一个包我别上去这样，然后已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了，我其实很想给他换位置，可是我不敢换，因为我怕他这个金属。 会脆化掉，所以可是你看它的拆得下来的，拆得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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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再拿去这家店，他帮你处理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可以换位置。反正它早晚都会掉的嘛，就先试看看啊。要什么？啊，要让老虎钳吗？我觉得好暴力哦。然后哎，所以它你看它这么多年，十几二十年，它其实它的金属还是很漂亮。嗯，早期的工艺其实真的是蛮好的，还是很亮这样子。 讲完啦，好，最后一项我们来看，好，最后一项，潮流必备乐福鞋，那个乐福鞋，因为其实我们以前都觉得乐福鞋好像就是看起来比较正式，你可能只能配西装啦，或者是office lady 在穿的，那可是这几年就乐福鞋就是我觉得它很必备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从它的
配的不同的袜子啦，然后呢，或者是那个你可以配小白袜、丝袜或者是蕾丝袜，其实就可以赋予它不同的面貌。嗯，然后像这个乐福鞋，我其实后来也觉得说，哎，我穿洋装的时候，或者是我穿那个比较 lady 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种 mix and match 的那种冲突的感觉。是是是，是不是姐姐？是是是，这双好穿吗？这双非常好穿，很轻的感觉。对，这双很轻。那这双我先买这双，那我后来又买这双，那两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它这个底比较厚，然后它感觉起来比较粗犷，那当然它就会比较重。嗯，可是其实有时候像现在流行的穿着服饰，像这双你就会觉得哦，脚好像很小。对，那这个穿起来其实脚会比较有分量，感觉起来会比较有个性一点。那感觉是比较适合搭西装，或是 oversize， 对，或者是穿一些休闲服这样。好嘞，今天呢所有的商品详细资料请追踪女人我觉得 IG 就知道了。谢谢各位的分享，谢谢。谢谢。